我是公关列车长的易少年，9月22号，我们的那个铁博东站搭乘处10:03，左班就是，这班是首航列车101次，10:30开的 DR2303哦，以前的支线用的柴油客车蓝皮厂，以及我们的 EN1410通勤客车，还有我们的EN100型阿婆自强号，全部都，然后后面有观光号那些。怎么这种地方都很赞，超感动，客车工厂。然后期待等一下的搭乘，10:30，9月20号，终于文博会可以进来了，我真的是感动到哭。因为以前预约我真的很不喜欢用预约，我宁愿用买票的方式站支持这种文化，铁道文化都好。希望他以后能够正式的用买票，像铁道博物馆那样的发展经营模式这样。期待咯，10:14，9月20号，再见，拜拜。